好了，好了，三位你坐这儿来。三位你坐这儿啊，哈，你信不信他们几个会都摸小迷糊，信不信？嗯。啊，我问一下子啊，别动，我还没说呢，我还没赖呢啊，我今天问问你们一下子啊，你看我这个脚是被谁咬坏的？啊，老师，被谁咬坏的？老师，你看着了吗？我这个脚被谁咬坏的？四哥，老师。你看着了吗，四哥？小迷糊，他呀，三哥，你看见了吗？谁咬坏的？三哥，谁咬坏的这个脚？你坐着，你坐着，坐着，让坐着，让三哥坐着，你让三哥坐着啊！咱退！我再问你们一遍啊！我这个脚，你们今天看着了吗？被谁给咬坏的？啊，老师，谁咬坏的？老师？我靠，老师你不按套路出牌呀。三位坐这去。退三位坐上，退坐边上，坐边，退再退，再退，这样退，这样退，退坐行，坐着行，坐啊，坐了啊。你们几个商量好他啊，到底赖谁啊？三位，我这脚被谁咬坏的？三位，被谁咬的？被谁咬的？谁呀、啊？摸一下就行，摸。你退，你没商量好呢。你看三文现在没有他俩，这是啥哈、啊？你知道三文惦记啥吗？啊，三文就等着奖励呢，奖励零食呢。退回去，让三文退回去，让三文退回去。三文退，坐好了，坐，对，就坐那就行了。三文，我问你，谁咬的？谁赖迷糊？你摸迷糊，摸小迷糊，咱你摸小迷糊。哎，对，好，退回去吧。退，你看越聪明，三位越聪明吧？三位退，三位你退，你看你这戏让你演砸了，你退，再让退。退，坐下，坐好了，坐。好了啊，这我都商量好了啊。我再问问你们几个。啊，我这个脚谁给咬坏的？怎么，老师你看着了吗？老师啊，三哥谁咬坏的？你退，三哥你退，你看看你。来，过来，你总惦记吃，三哥，过来，三哥，快去，退回去，快去，三哥。快退，我去，我都不敢碰他了，我都不敢碰你，快往退，三哥，我退一下子啊！凶我！三哥从来不按你说的来，坐下，咱坐，再来，再问一遍，退，三哥退，听话，三哥退，你坐好了，你看他们可听话了，来，我再问一下子啊，三哥你坐那儿来，我问他们俩吧。啊，这么的，让他坐起来，小明坐起来，老师坐起来，我问问你们俩二位啊，我这个脚被谁给咬坏的？谁往外走一步？往外走一步。哎呀，我操！迷糊，你给咬坏的啊！他俩怎么跑了呢？迷糊，老四赶紧跑！老四哥赶紧跑！四哥过得不过来？哎呀，疼啊！啊，主有赛文狗宝吗？我要呢。有赛文狗宝吗？没有赛文狗宝。咱也没有赛文狗宝啊，咱家小迷糊的狗宝也没有，小迷糊的狗宝被嘎了啊，知道吗？嗯，狗宝，咱家就老四有狗宝，我不知道你要哪个，就老四有狗宝，老四的狗宝还得留着呢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赶紧坐好吧啊！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！小迷糊生的可能比较好，小迷糊关键没有狗宝，那拿啥生啊？啊？你干什么？你说你手机呢？没有手机啊？此宝非彼宝，坐来换位置，来换位置，来换位置，来你们几个换位置，来来小明三这边来，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呢。啊，没有狗宝，三爷不下狗，三爷不生狗了啊，反正三爷不生孩子了啊。三爷坐这，三爷来，走了走了，坐这来，来坐这来，哎呦我靠，坐这来啊啊。你说他们几个能摸谁？你说他们几个能摸谁？啊？你看着啊？啊？摸老大？摸老大？这个能摸老大是吗？你看着啊？你看着？你看他摸谁啊？我问一下你们几个啊？我这个脚是被谁咬坏的？被谁？老师，咱你坐着没问你？坐着被谁？老师，老大，让谁咬坏的？别，小明他离太远了，够不着。你往后边，你往里边窜一窜，给小明大往里边窜一窜。他不，哎，不，就让他坐那一样，把脑瓜子往那边窜一窜就行了。你们对，往这边点，屁股坐那根儿，屁股坐那根儿，啊，小明离太远了，实在是够不着，无能为力呀，啊，够不着。咱们你退回去，退退。种族歧视，好了啊！我再问一下子啊！我再问一下子，我这个脚被谁咬坏了？谁看见了？谁？这是谁？你看啊，我说了吧，我说他们会赖迷糊吧？谁给咬坏的？谁？老大，老大谁干的？谁？老四，我看谁？啊！迷糊大子呀，枉费老爷养你多年呢，啊，真气人呢，好人就这么被冤枉的。啊，王翠，王翠咱们，王翠 啊，他俩主要是他俩，知道吗？主要是老四和小老四和老大他们俩异口同声，被谁咬坏的？谁？老四，你看着了吗？老四，那谁咬坏的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三个狗都摸他吧，是不是？三个狗是不是都摸他家吗？啊？哎呀，你有没有好吃的？谁咬我脚了？谁咬我脚的？没有你，没有你好吃的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给他俩换个位置看看，你给谁换位置啊？给谁换位置啊？我能把他俩夹老四中间，他俩是赖小迷糊。啊，你夹中间，你夹他俩中间，夹他俩中间，看赖谁，看看来，夹赖他来，老大这么点，往那中间，往这边，老大往这边点，你看赖谁？哎呀，有点情况，有点脏。啊，来，小明坐上，小明坐，往退，让小明退回去，让小明退回去，太是赖，咱也是，你放这个地方也是赖小迷糊，白费。这地方不就刚才那个地方吗？这不也赖小迷糊吗？啊？迷糊才不是外来的，哎！啊！你们刚才谁看着了？谁看着了？老四，老大，谁把拖鞋给我咬坏的？老四，你看着吗？老四，谁把拖鞋咬坏的？老四，啊，他咬坏的呀！你看看，你看。你咋放都是赖他，你放那边的话也赖小迷糊，怎么都赖小迷糊，你放心吧，家人们啊。但是你要让小迷糊上这边坐着来的话，就不能在这儿了，家人们，你上那边坐着去，上那边坐着去，啊，这个地方只适合赖小迷糊，给小迷糊放最左边，你最左边的话就得上那头坐去了，那头，知道吧？让小迷糊头探出来，让小迷糊头探出来，正好能摸着他，知道吗？老四他俩肯定都摸小迷糊。啊，你小迷糊被冤枉之后，你看，小迷糊被冤枉之后是什么反应呢？啊，生气了，
啊，啊，老大说跟我，老大说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啊，老大说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啊，你看，小迷惑，种族歧视啊，地迷惑放边上，看看子迷惑吗？你刚才不放边儿，刚才不就放边上了吗？你放哪儿都是紫迷糊家吧？你除非给他放外边，除非不给他放在周边啊，放哪儿都是紫迷糊，啊，老大恐怕，哎呦呦，你踩我了，你踩我了，踩我脚了，你看脚我踩的，看，啊。你还有理了？你踩我脚了，你还有理了，米花，你还有理了？啊！闭嘴！你看见你可厉害了，你，啊？你咋这么厉害呢？啊？你别你踩我脚了，别往前走了，你别往前走了。我跟你说，鸡眼老爷把这两根白胡子给你薅了他，来，你把两根白胡子给他薅掉他来。脖子不好啊，这两根白胡子给他薅掉他，我看那边不是白的，那边不是白的，这两根胡子是白的，眼眉也是白的，把眼眉给薅掉他。薅不掉啊！啊，这好像长肉了。谁家狗浑身长白毛？啊，我看看，谁家狗浑身长白毛啊？迷糊。哎，你说迷糊为啥有喉结呢？家们，你说迷糊为什么有喉结呢？摸摸。哎，真的呀，搁这儿呢，是不是？你有喉结，你摸老大有没有喉结？你摸老大，你摸老大有没有喉结？没有，老大没有啊？你看老这么大，大狗没有？你看老四有没有？老四有没有？看老四，你看老四有没有喉结？哎，也有，啊，也有，但是不大，不明显，是吧？你看老四有没有喉结？哎，四哥，抬头，老四抬头来，看有没有喉结？我的八。也有，老四喉结大，明是男的，啊，小明，这大的是爷们儿啊，哎呀，我迷糊。哇，我都忘了，啊，迷糊。